城市建設的陸續展開，完成了特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至2040的草案的公開諮詢，着手開展相關的立法工作，完成了新城 A 區城市規劃的研究，以及都市更新法律制度諮詢總結的報告，推進交通基礎建設施的建設，奧氹第四大橋的裝機工程已於今年的八月動工，輕軌東線於今年內完成公開的諮詢，氹仔線連接澳門半島的西灣大橋的輕軌工程將於今年年底展開，氹仔連接橫琴線的初步設計已經完成，石排灣線爭取今年年底前開展工程，馬國交通樞紐工程已完成，建立公共泊位智慧管理系統。